随音乐慢慢回头看。其他几位下去准备下去。小伙长得帅气，就是不太走运。哎呀，虽然毕老师，我今天也没有白来，还给你带了一件礼物。好，还给我啊？是因为我看你这个整天主持也挺辛苦的，所以给您带了一个代步机器人。欢迎步入星光大道，厉害吧？哦，来两圈。啊，我以后我主持就不用走路了。对对对，你要就不用走路了。哦，下台阶也可以，就是容易摔倒这个。怎么控制不知道。你随便，我反正我不管。啊，我来护着老爷。哦，站稳了啊，站稳了。站稳了。对对对，重心要。对对对，啊，重心前移。啊，重心前移。前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往前？对，想往前就往前倾。哎，欢迎步入！哎，快停啊！怎么停？哎，这没有法子。哎，啊，你孩子，你不告我怎么停吗？你对，啊，我没有设计刹车这个功能。哦，你没有刹车？哎，又不停了！哎哎哎！啊啊！这个一般聪明人一般一个小时就学会了，一般你是不用，我一分钟就会了。你看，对对。你看，哎哎哎，毕老爷很聪明 啊，依然这么年轻，漂亮。好了，不说别的了，小伙子，小马哥，他们在第二关是要表演专门他们公司的小机器人，你能马上拿上来吗？那我们进。